I doing a bad job? Are you yelling at me? Oh. Thank you.
休息好，我是在打比赛。今天是比赛，今天是比赛。
打球靠的东西是靠自由打球，不是瞎，不是说OK有一两个很强的 player 就可以，这样不是的。你看他们有三个地方 player， 他们也才赢我们几分。对，Intensity， 你一定要去守他们的球。如果我们今天打得好，好出来，我们如果 energy 好，我们就会累。就是大家有这样，就这里是说，如果你在场上看的话，一线是，你可以看到大家都没在手机上去了，不是给他一个 hand space， 大家不能给他投，真的不能给他，一定要让他守住。去战绩还可以，就战绩就去哪边都不行。这一季我就不行，对，因为这一季。而且我们打半场是每天守住，我们打二练习的时候也是要守住。对，能赢就赢，没错。鱼人那次对于他们这样分压是比防守更长，因为 TPK 第一现在心态是哇，第二三嘛一定要比较好，不然他没优势。技术又没有，现在没有我，你们会不防快攻，你们没有发 break。对，你看那时候我打的是去哪各个牌子，就是会，对。而且其实老实说，刚刚对他们回去的归宿队也蛮快的，就是放心，他们知道说我们就是先换场，一定要是换。我想你打球是要稳，不管怎样，你看现在你真的说你第一也没抓到人，也没抱不了人，要抢花板，你可以打了。如果你就算你的卡会输掉，你们再回来，你还有几次？你今天我也是，对吧？不能看，抓人，这就是一点，我觉得打好没有，这样子就没人组织啊，真的没有组织，然后你没有人去配合，对啊，不会打两局就累死，对，我们后面都在撑，就做好自己的部分，然后但是没想到我那么被抓。
但如果你做了三个人，可以换。你可以说三个人，我加一个，你可以分享。至少大家都知道说我在他们错在哪。对对对对，像替你改的他拿钱太多。对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而且我说你说他真是不是，你都不错。这会令你们反应，会令我 read 你们，他们去，真的去发挥第一枪，然后第二次会说 OK， 哎，经常不会的话拿到，然后一定要做主角，一定要做主角，不然的话，然后一定要做主角，就是没防住，他防住住，或是没有，没有都是做好做主角，你去防住主角。你看到他在哪？你能够。